升天。怎么才给我开门？他是谁？我是他男朋友。你谁呀？赶紧走开。你现在已经是大网红了，而且有孕在身，你快离开吧。你怎么跟许放炮一样不负责？我进去拿件衣服就离开，再也不会打扰你们了。沈天，你快走吧。小雨今天怎么这么奇怪？还有这个男人大晚上在家还穿着这么脏的鞋子，难道是开门把他赶走，不然我把你俩都收拾了。小雨，谢谢你一直以来对我的照顾。沈天，你有孕在身，不要啊。你一定要和宝宝活着出来，我会对你们负责的。沈天，说好的，你要对我负责。